2000年开始至今，韩国文化夹带了韩剧、K-pop、服饰、美妆、饮食等流行时尚，以旋风式的速度风靡了全球。这股强大的流行力量更被称之为韩流，而韩国的首都首尔更跻身成为全世界最热门的旅游观光胜地之一。韩国除了文化产业，还有一项优秀的产品，那就是韩国高丽参。这次挖靠小编抱着朝圣的心情走了一趟人参之旅，快跟着我来参观世界最大规模的正官庄人参工厂。10月是人参收割的季节，来这里看到忙碌的农民们细心采收人参，相当壮观。예저는여기대시니리마을에서인삼농사를짓고있는강흥기입니다正官庄高丽人参成长期为6年，每块生田收成后会闲置10年，确保土壤有足够养分，才能再次种植人参。这里负责研究分析，透过技术能力让人参达到更多用途。예안녕하십니까저는한국인삼공사 R&D 본부에서기초연구소소장을하고있는한창균입니다走进正官庄，扑面而来的是浓郁的人参香气。这里就是每年产生9000吨人参产品的工厂。안녕하세요저는홍삼부윤상숙입니다제품종류로는그이제뿌리삼자체를어떤추출을거쳐서만들어진추출액류그다음에또그추출과정에추출과정을거쳐서만들어진다리맥류또요거를뿌리삼을근과미를같이추출해서그농축시킨홍삼정류또뭐간편하게쉽게섭취할수 있도록편으로얇게썰어서꼬대절인복밀절편등뭐기타다양한그런제형의제품들이있습니다参观完红参工厂，接下来当然要去品尝一下红参喽。这家位于总部的 Sapun Sapun 咖啡厅的招牌就是红参咖啡。原来咖啡和红参可以搭配出绝妙的风味，红参的香气和滑顺的咖啡口感互不抵触，让人意犹未尽。有机会的话，一定要来尝尝哦。来到韩国，怎能空手回去呢？展示各类人参产品丰富齐全，让人眼花缭乱。除了食品之外，最吸引女性的绝对是红参化妆品和护肤产品喽。화장품은뭐20대이상에서부터또노년층까지사용하실수있도록만들어졌는데요특히나보습력이좋고주름개선이런데좋은효과가있는홍삼오일을사용했기때문에어리신분들에서부터나이많으신분들까지고루사용하실수있는제품입니다经历了这个红参之旅，你是否也慢慢爱上红参了呢？人参是百草之王，拥有卓越的养生功效，所以从今以后可要好好享受人参啊。